是李俊的阿北爸爸。哦，李俊的也是阿美的四哥。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吧？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为了今天要旅游，我亲家我不知道。啊，静静的阿北阿爸爸、阿美爸爸，他就知道了。为了今天的旅游，我努力了一个礼拜，每天都去换药，所以今天能走路了。哦，请大家鼓掌一下。谢谢大家一起来去旅游，祝大家身心健康，玩得愉快。谢谢。大家旅游愉快，平安喜乐。这一天，月宫二姐，定了。月宫二姐，二姐，欢迎二姐，给我们讲几句话。嗯，谢谢国珍弟弟啦，还有小金妹阿公。小金就是什么户？地户啊，地户啊，讲台湾的啦。好啊，谢谢那个亲，那个大大陆哎，大陆亲哥亲母，大家还有那个桃园的亲哥亲母，还有阿秋，那个新哥哦，谢谢大家今天可以一起来一日游，谢谢欢迎，谢谢。各位大家早安。早，我是李家的老三，送姐姐啊妹妹哈，我是姐姐啊妹妹。乱地啊，我是姐姐，我冇姐姐。哎，国章的姐三姐啦哈。我们欢迎大家哈，今天哈，祝福大家啦。叫咱大家吼，咱因为年会拢有一点嘛吼，祝福大家吼，啊，咱嘛足感恩咱的爸爸妈妈吼，啊，加咱的各位大家兄弟姐妹吼，啊，祝福大家吼，咱大家要注意听吼，爸爸妈妈甲咱生吼，咱大家吼拢头无身体健康，头壳健康，然后吼，咱做代志，大行拢万事通，吼、哦，咱大家爱笑颜，咱兄弟姊妹搁会当安尼，真的很少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今仔日嘛真感恩哦，国章吼、哦，啊甲小金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是碰到这个大陆这个千家千户，啊甲九哥，哦，国语才会通的，大陆的那个亲家公，还有亲家母，还有九哥。哦，夫妇哈，亲家亲母，阿兰哥，那个阿秋哦，无限感恩哦，阿秋阿阿婆哈，咱下当一日游很好哦，无限感恩阿秀。好，大家掌声鼓励。阿秀代表来。因为讲你三姐夫调解呢。共和代表。你跟我讲，我并没错。你真好讲啊。小金你搞好哈。谢谢你们啦哈，然后亲家公、亲家们，大家，好啦，无，咱来感恩吼，九哥吼、九嫂吼，伊吼上咱砂糖橘吼，祝福大家吼，大吉大利吼，平安吉祥哦，大吉大利，今晚收了大吉大利。那就来你过来，不够等你也过来。我不够等，我要结婚啊！来，我来你人坐过来，不够等啊！好，安全带哈。哎，阿伯，安尼来。安尼，可以的。好。陈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陈纯，好欢迎哦！阿舅子，夹头巾，进来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的同学，我叫阿秋，很谢谢五哥五嫂，然后，带我们来，还有哥哥姐姐们，亲家亲家母，还有阿美的亲家亲家母，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一日游，然后也谢谢九哥，九哥的砂糖橘，谢谢砂糖橘九哥哦，好了，九哥九嫂，不好意思，好了。
你给塞过就好啊。来，我拿过去。我是讲你从门。哦，得空了，可以。啊，你们要贴腰就好啊。有啊，有遐啊，冰箱就有啊。啊，你若摕，哎，啊，你若摕来遮放了。今天很高兴哦，可以到游览车上。手手拉出来，手手好，好吗？
妈贝贝。嗨，陈真妍阿妈贝贝。在阿内走，走路。你会冷哦。我把海鲜那个写个位置。哎呀，等着嘞，有多啊？你怎么上？装吧，你长得特别好。
上车，上车。哦，上车。老板，牛仔裙，袖子，袖子，都是这个价位。
怎样都行。真的。你穿一条风啊啦，穿在咱内面啦。好啦，阿秋穿。还没跳啊？啊，麦跳麦跳，给阿秋穿。行宫散啦！今天有下午，像李天，我帮你下午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像李天下午，有了，这是口音吧？我的录音啊！老板，我是老板，老板，啊，手这样，洗手，洗手，你去洗手哦，那边。OK 啊、哦，你看这边没有人画，麻烦各位啊，你来。在下了，是小鸟，小鸟，人家还上过国语日报。录音稿。你上过上过国语日报？洗手到哪边？不要说小鸟。你看我。没有东西。啊，李先生。小鸟。小鸟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打错了，我在听到一个话。要起啊！厉害哦！别过来打我！哦，今天娘气！娘气！那你现在想听三下？好了！哦，对，安尼，够上，够上。哈哈哈！看我这目睭是咧生痘，有啦，有啊。啊，你不要去啊！不要去啊！不要去啊！哈哈哈！OK， 来玩喽！笑，妈妈，你那目睭真高音。可以啊。
好，来，哇，
来了也杀 ，OK。你把这个给我，